次的活动主题透过创意蔬食料理，然后来让更多人知道说，其实现在的蔬食越来越普遍化，然后也鼓励更多的年轻人，然后来加入我们一起茹素的行列。数字，你会是什么反应呢？这群年轻人决定在日常生活中实践。这天是农历七月初十，适逢佛教吉祥月，有别于外头的供桌普渡，三重园区里有更吸睛的一幕。这次的活动主题大概有两个部分，那一个是透过年轻人演绎，然后来诠释地藏经光目女救母的部分，然后还有因缘果报，然后来呈现。爱护生命就是要吃素，希望用父母的给我们的身体一起同行善福田。第二个部分是透过创意蔬食料理，然后来让更多人知道说，其实现在的蔬食越来越普遍化，然后也鼓励更多的年轻人，然后来加入我们一起茹素的行列，这样子。七月吉祥月，蔬喜派对，万寿无忧活动正式开始。跳脱传统推素框架，年轻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举办蔬喜派对，蔬食小小兵排排站，翻转普渡桌的这一刻已经到来。平常妈妈在家里有吃素，她就跟着吃素。陈思瑜带着两个表妹，今天带来玫瑰花园日式蔬食一口寿司，这是今天一早在家里努力的成果。然后一个放着 ，OK 吗？今天小黄瓜好弄吗？不知道。好，不太行。不行。熬不出来，这要从头开始。另外这一边的话是可以刨成线。边加热边搅拌锅中的寿司醋，他们以料理素人之姿，呈现健康美味的蔬食。今天做小黄瓜配甜菜粉加饭，还有。另外一个是用芝麻还有酥肉松去调味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用日本的一些红萝卜啦什么下去加饭的，这三种是不是果仁啊，还有我们的豆子啊，其实可以把它装饰进去，那刚好就会刚好很丰富一口，然后有饭有菜有果仁。母女经过一番讨论，色彩抢眼的日式蔬食一口寿司如同一朵朵艳丽的玫瑰绽放眼前。这是我们今天做的一口寿司，这是小黄瓜寿司，这是萝卜芝麻寿司。他就跟我说七月是吉祥月，然后就顺便
透过这个做料理这样，然后可以发愿啊，祝福妈妈或是阿妈他们身体健康，然后多爱地球这样。对，我发愿考试是吧？哦，这位小妹妹她有发愿，她想要就是考上一所好的学校，然后就发愿。对，那你有考上了吗？最后有了，有，给她打掌声一下，太厉害！就因为之前身体有点不好，然后想要吃素变得健康。哦，所以想要就是吃素。在外面不一定那么好找，所以我会开始自己做便当，带便当去公司吃，或者是法文系毕业的吴关瑜，兴趣是烹饪。2018年开始如素后，开启一年108道蔬食料理计划。今天带来的料理取名为“皇上吉祥”。因为当天衔接到这个活动邀约的时候，他就说是因为吉祥月，然后想说吉祥，那就用有吉跟祥字的食材对来做料理。刚开始其实我就本来想说要用香蕉酱来做意大利面，但后来发现香蕉真的是太难了，因为很抢味，所以后来就改成用香吉士跟香菇。我也喜欢做菜，那我就在做菜的时候找大家一起来吃，那他们吃的时候也不用特意跟他们讲说这是素食，但他们不知不觉就吃了，他们也觉得好吃的时候跟他们讲说，哦，这其实都没有肉。嗯，这是美味的诈骗哦，我愿意上当。已经吃纯素2年的陈俊仪，经常利用周末参与纯素三食的活动。这是台湾第一个在街头推广动物权的民间组织。一天有24小时，一礼拜7天。那我们愿意为动物播出6小时的时间帮他们发声，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。每礼拜就6小时，但是动物他们可能一辈子的时间就因为变成食物，一辈子的时间就没有了。毕竟他们遗失的，我们损失的其实真的很少。那现在又多加了这样这些年轻的骨儿的生力军一起来推素，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。准备了今天，等一下我晚餐的一些素食来宴请，这些来宾们，让大家觉得说吃素原来是这么美味的，那更加他们吃素的信心。第一届蔬食派对在三重园区圆满落幕，蔬食派对万寿无忧。爱护众生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。进餐，哎，我打针了哈，那1个小时之后再吃药。Hello， 阿姨，我搁带人来给你看呢。我得靠伊那盐都来了，还讲讲我有食药，食了对无？
有当时个崩溃哦。Hello， 妈。啊。你知道我是啥无？我有这书啦。我练功哟，安尼啦吼，啊，只要下下叫安尼啦吼。倒映着秧苗的水田与辛勤工作的农人，构成一幅美丽的田野风光。这里是担负起台湾粮食生产重任的云林，因为青壮人口外移严重，也是台湾高龄化程度第二名的县市。县政府的用意的美意，主要还是因为觉得云林还是一个老人国啦，就是比较就是高龄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农业大镇，所以其实老人家还是比较多。张进明是个药剂师，利用休假参与云林县政府社区药事照护健康营造计划，关怀老人家用药安全。防湿布啊，还有一些血压计啊，跟体重机啊，还有一些基本可以帮助他的。因为验血糖那算侵入性的话，一些药师是不能执行的，可是其他的话就看他的变化跟他药物服用的状况。 Hello 阿姨，就是要来看一下阿嬷这样。好好，我要去叫阿嬷。对对对，我阿嬷有欢喜不？阿嬷你有啊，你要介绍一下欢喜，敢不知道要讲啥？我要看我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怪异安怎？怪异真怪异。张俊明是云林在地人，高中毕业后到外地读书，后来落脚花莲成家立业。四年前因为要照顾家人，才又回到家乡。以前都是巡回医疗，那我回来，我觉得，哎，这块也是我自己想要的。我觉得，哎，这块还不错，可以跟老人家沟通。哎，你最近有无松快不？会痒无？有哦，有哦，该炸的该死我都冇炸。帮看麦。帮看麦啊！一百六十五加七十九，哎呀，啊，心跳八十七，卡关一久久啊还可以啊，无阮搁坐因为拄啊行出来，八阿个药啊搁在食。我无食过。无食哦。哦，是啊，还是借我看一下吧。你直接去读了。你去呆呆哦，有啥物？你去呆呆创啥？他情感的哦。96岁的沈銮英患有多重慢性病，住在北部的孩子会轮流回来照顾他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伊搁一项嘞。搁一项，伊阿妈无爱食，我甲伊讲吼，伊食袂消，伊搁。是啊。他还是要吃啊，因为你听下方跟你无食，一定会影响的游戏啊。就是他有一个排尿酸的啦。嗯。对啊。安尼好吃好嘞。因为有疑虑，其实药物没有办法真的到病人的口中，其实病是不会好的。对，所以还是会尽量，我们还是秉持着专业的角度去告知病人的东西该如何去使用，药物要如何去使用。甲这个药师来。一少研究好药啊，伊会甲我讲老伙仔通食，先唔通食，伊会一少甲我讲，好处就是真好，一只耳朵伫食安尼。透过居家访视，更了解病人状况，并提供正确的用药喂教。但张进明要做的还不止这些。啊，介绍我们两个跟抽对，啊，咱这会遐济药抽，是啊，我不爱去啊啦，不爱去。是啊，啊，每一摆拢加两摆呢，啊，你这是药剂，药剂，药剂算讲吼，伊食遐药啊利尿的，啊，加迄个行动的迄种的迄吼，迄要互伊食看药剂有正常无？有法度佫恢复较好一寡。嘿，有较正常，伊迄是要甲你扫描，啊，伊就讲要食遐药看会使。心情袂僵哦。嗯，伊也知。我看会使，我你好朋友呢，我若唔知，你都袂惊，嘴翘嘟嘟，当然看都袂使袂惊啊。啊，搁再好安尼一摆，就四摆，拢总爱四摆。无啦。啊，一摆抽迄花，拢抽三公呢，三公啊，唔到两公。迄安怎讲呢？无爱啦，无欢喜啦。
因为健保嘛有规定，讲偌久会使抽一届，唔是讲你要抽就要抽啊。啊，我想伫胃吼，哎对啦，迄是抽血，拢只拢抽血检查啦。啊，想伫胃复杂，我无爱。我卖翘嘟嘟啊，小姐。啊，你爱翘嘟嘟啊？你？安尼无好啦，对不？啊，哎，笑者。伊想知影我的性情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在你的心，因为我从小跟阿妈长大，阿妈开的安尼，所以我大概就知道阿妈的毛大概安怎烧开顺，你敢知？帮助这些妈妈，甲伊心足好，两个拢有足沟通的心，真沟通安尼。正讲妈妈来讲啥，伊拢足听的哦。嘿，阿姨就搞甲妈妈讲，阿妈，生阿姨足欢喜的。阿你会使就爱蒙土，用四只脚蒙土蒙行，好不好？哦。爱有行，你脚都脚气都会过啊。你循环就较好，你行愈多，伊就较袂退化。你若无行，马上就哦，有可能啊一礼拜啊，然后就可能就拢爱听的啊。啊，放下去。嘿。啊，无要紧，阮就行行休困，啊行行就休困，爱靠家己啦。是啦。